来吧，家人们，哈哈，这满满整整一小锅啊！哎呦嘿，哎呦我去，料都下足了，咱来点82年的大啤酒，啤酒可以去腥的，老铁啊！谢谢老铁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下个视频，开搂带你吃海鲜。海鲜小锅，先来个青口贝，哇，正宗的啊！哇塞，这肉太肥了，这贝壳老漂亮了，哇，这个还是红色的，小胖猪一样。哇，太香了！哥姐们，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，火辣辣的别停，接着捞！哎呀，撸串啊！就是嚼不动，来个热腾腾的大海螺，半斤一个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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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漂亮！满满的都是黄，这个是精华。苦胆是去掉啊。干拿下来，满满的都是肉。哎呦，哎。太爽了，哥们！今天咱也整点硬货，跟咱们家铁子画个双击，帝王蟹。20斤的大龙虾，大不大？下锅，再来两只小的，哈哈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来，哥姐们，能不能给你们画500个双击？加水。今天就煮了的，感谢双击关注。皮皮香，哎呀，哇哟，带膏的皮皮虾，哇塞，太肥了啊！
捞个大龙虾。哎呦喂！哇塞！哎呦，还是个母的嘞，满满的都是活。哇，这大肉，哇塞！太嫩了，熟了，老哥，漏到一小锅，先来个虾。皮皮虾，亲爱老铁，如果你也一样喜欢吃海鲜，给大哥连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来，老妹，来一朵大海里的玫瑰花，喜不喜欢？喜欢给个双击，捞它！无辣不欢。大章鱼。哎呀，来个爆头，哎呀，这里面还有蛋饼啊，太烫了，热乎乎一小锅，扔上一盘面包蟹，满满这一锅啊！听说头开的才会有双击，哦。哇，满满的都是火，进来的哥姐们，如果你们也喜欢吃面包蟹，对着面包蟹上面猛说两下。太香了啊！大港，大港，你干啥呢？我在吃我们家的银子裙带菜呢。这不就是海带吗？这个不是海带，这个是裙带菜，它比海带的叶片更薄，而且更容易入味呢。来，我给哥姐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咱们家的银子裙带菜。这一箱是5斤，可以泡发出15斤。回家简单的用清水洗个2-3遍，再泡发10分钟，可以直接凉拌，
炒菜、做汤、炖排骨都是非常美味的，而且啊，价格还不贵，只要19.9。哥姐们，如果你们不放心，可以去看看评价再来。捞个小龙虾。下午。就是不够吃的。弄不上。来都来了。小哥们。能不能给大哥点双击？嗯哼。嗯哼。